消防员是特殊的高危职业，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当火灾发生时，所有人都朝远处安全的地方逃离，只有消防员们义无反顾地冲入火场当中。为减少人员的伤亡，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市中区森林消防中队森林防火灭火无人机作战单元已经投入实战之中。该作战单元由一台巡查无人机、两辆无人机运转车和两台消防无人直升机组成，而这两台消防无人直升机正是消防的主力军。消防无人直升机可应用于消防灭火、升空测试、警用巡逻等专业领域，起飞重量为360千克，最高荷载可达100千克，也具有较强的任务拓展能力，能够胜任多种消防灭火工作。100公斤的荷载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做一个测试。身高1米86的我，体重为72公斤。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灭火弹。怎么样？100公斤的荷载足够携带4颗25公斤的灭火弹了。虽然是无人直升机，但是荷载能力已经超过了一名正常成年男子的体重，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了。通常直升机起飞时主旋翼转动会导致机身朝反方向运动，因此直升机尾翼处需要再安装一片尾旋翼，使机身保持平衡。而消防无人直升机采用了共轴反桨的设计，双层桨叶共用一个传动轴，但转动方向相反。这样的设计不仅平衡了单向转动的偏转扭矩力，还使得消防无人直升机拥有更大的升力，载重量也就更大。陈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此庞大的身躯，再加上100公斤的灭火弹，我们的消防无人直升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不会略显笨重呢？不会的，我们的飞机拥有比较大的动力冗余，并且拥有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接下来让我们到前方的沟壑布置一个火点，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它能否精准的把火源扑灭。准备投弹，准备投弹，5、4、3、2、1，火弹。刚才投的太棒了，不过陈老师，刚才我们使用的是25公斤、重量比较小的灭火弹，并且呢，无人机是到达火源上方之后悬停了一会儿才进行的远程投弹。那如果我们换成50公斤的、重量比较大的灭火弹，无人机到达火源上方之后立刻投弹，怎么样呢？没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把灭火弹换成50公斤的，我们再来一次。消防无人直升机搭载有灭火弹抛投控制器，灭火弹本体安装有延时控制器。当抛投控制器接收到飞控系统的抛投信号时，便根据设定的引爆高度和雷达监测的高度进行计算，并将计算结果写入到延时控制器中，并打开灭火弹的电机锁。灭火弹自由落体到引爆高度后，延时控制器会引爆灭火弹中的火药，并产生爆炸，使灭火剂瞬时散开，达到较好的灭火效果。近年来，各式各样的消防机器人已经屡见不鲜，它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而在空中灭火、对火源进行远程投弹、精准打击的消防无人直升机，更是做到了集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为一体。
有助于消防部队开发出多种新式的战术和战法，丰富作战手段，开创消防救援作战的新局面。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慧园林。我现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在这片精心呵护的土地上，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智能体验。就像我身边这个充满魔力的科普基地，你只需轻轻一碰，这些剪影牌就会带你领略知识的魅力。然而这里的科技可远不止于此，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这里的神奇之处吧。哇，这还能练瑜伽呢。智慧园林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贴心的智能健身设施，年轻人也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高科技健身方式。在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的接机治理下，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也在逐年攀升。欢迎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我是这里的科普专家绿头鸭。游客使用园区内的生态鱼池观测设备，就可以通过 AR 界面与虚拟的生态环境互动，不仅能增强游客的观赏体验，还起到了生态科普的作用。亲爱的游客朋友们，请注意，为了您的安全，请远离水边危险区域，在指定区域内欣赏景区美景，以免发生危险。哎，这个监控系统怎么还会报警呢？走，我们去监控室看看。原来公园内巧妙地部署了视频监控设备，它们静静地守护在水域之畔，时时监测水位，洞察水域周围的一举一动，仿佛划定了一条隐形的警戒线，一旦有人意外越过这个安全线，系统就会立即启动预警机制，迅速通知管理人员。智能监控系统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警察，实现全天候、全年无休的无人监测。一旦发现水域有异常情况，它就会立即报警，将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除此之外，智能监控系统还能做些什么呢？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积极打造城市健康绿色空间。一个健康的林场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维护这片绿色的宝库，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防虫。从选择抗病性强的树种，到实施定期的巡查和维护，从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引入天敌来平衡生态系统，到运用现代化的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林场的健康状况，用科技的力量守护每一片林海。这些智能系统不仅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到每一片叶子的细节，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到病虫害的潜在风险，从而实现早期预警和精准治理。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无疑为林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智能监控系统不仅有高清摄像头能辅助人工监测，还能根据实时收集的数据和训练好的模型对树木病虫害进行预测，当系统检测到病虫害风险时，可以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每片林地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您只需要扫描林地上的二维码，就能瞬间查到所属林地的信息和养护项目，不仅能够了解树木知识，还能让每一项工作都有迹可循。科技赋能林场管理，智能监控系统如同守护神一般，时刻警惕着任何可能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而数据分析技术则像是一位智慧的园丁，精准地指导着每一项养护工作，确保了林木的茁壮成长。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
更让这片绿色的家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